组啊，还是会有老朋友离开，非常的艰难啊，非常艰难。这个还不是这个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一点的，不是说这个开场嘉宾，不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，还不是说怕大家啊不知道找着机会笑啊，是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，我们每次开场嘉宾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热场，是把广告或巧妙或生硬的。给他念出来，对不对？就完美的完成任务了，啊！没想到呢，我们今天这个开场嘉宾，在我教他怎么念广告的时候，产生了一些心理障碍，啊，念不了。具体的情况是，我先说他是谁吧，大家应该都认识，非常知名的说唱歌手，啊，然后呢，在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大型女团养成类节目，啊，一个知名的 rapper 啊，教出了一堆 reader 啊。厉害了，就是我们的 Johnny J 老师是我们的开场嘉宾啊，我认识啊 ，Johnny J 老师很帅，也非常好。我在后面教他怎么念广告，我就一句一句教。你看，好羊奶，选蓝河，蓝河绵羊奶，全羊乳配方，到这儿都没事啊，就是后面就开始出事了，啊，全羊乳配方，营养丰富。颜色呢不是纯白的，而是淡黄的，听到这里的时候张立这老师眼神涣散，头发都蓬松了起来，所以说多来脱口秀节目开心开心，对不对？你看这种心理创伤，可能我们的这么好的绵羊奶粉都不能弥补它，是吧？让我们欢迎 Johnny J。